这里是德国黑森林小镇，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原来是参加一个免费的 night tour。 导游扮成中世纪的守卫，一身黑袍，提着灯笼带大家逛小镇。说起历史，虽然全程都是德文，一个字也听不懂，不过看他卖力演出，娱乐性很高，而且有五六十个人参加，气氛热闹。守卫导游还会唱歌，而且中气十足呢。动新闻德国报道。